北京时间8月5日凌晨1点，利物浦将与那不勒斯进行一场友谊赛，上半场米尔纳先下一城，随后又助攻维纳尔杜姆破门。一边在战，萨拉赫和斯图里奇再入两球，莫雷罗锦上添花，全场战罢，利物浦5-0那不勒斯。比赛亮点，完美开局，开场不到10分钟，利物浦就打进两球。久违了，因伤缺阵很久的斯图里奇本场比赛打入一球精彩回放。第4分钟，利物浦前场抢断后，马内禁区内拿球回做，米尔内跟紧推射破门，利物浦1-0那不勒斯。第9分钟，米尔纳传中，维纳尔杜姆头锤得分，利物浦2-0那不勒斯。第24分钟，阿兰横传，米利克打门稍稍偏出。第26分钟，因西涅接球后打门被埃里松扑出。第53分钟，马内拿球内切打门偏出。第59分钟，沙奇里传中，萨拉赫头球摆渡，埃尔比奥尔在马内干扰下解围出现失误，萨拉赫再次的球后打球门远角得手，利物浦3-0那不勒斯。第69分钟，斯图里奇长驱直入后单对单打门被门将化解。第70分钟，斯图里奇卷土重来打球门上脚高出。第73分钟，奥里吉打门造成卡内奇斯脱手，斯图里奇跟进推射破门，利物浦4-0那不勒斯。第78分钟，莫雷诺停球后把脚怒射抽射球门上脚得手，利物浦5-0那不勒斯。出场阵容，利物浦13阿利松，2赫莱因，63-66阿诺德，12戈麦斯，4范戴克，26罗伯逊，62-28莫雷诺，8凯塔，5维纳尔杜姆，62-48琼斯，7米尔纳，56-3法比尼奥，11萨拉赫，62-29索兰克，10马内，62-15斯图里奇，9贝尔米诺，46-23沙奇里，那不勒斯，27卡内奇斯，23西萨伊，33阿尔比奥尔，26胡利巴利，13卢佩陀，5阿兰，17哈姆西克，8法比安，7恰列红，24英西涅，99米利克。